공원에 가면 잘. 我被娃二百三百二百的都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卖废品他给多少钱？几十块钱。咱那行不行？行。小徐，你卖他不管样吗？小徐，你卖他不管样吗？就是这咱徐卖卖，行，这个差了两瓶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你那多少钱拿的来？为啥都睡的？嗯，对，这节课都睡别过了，你还冷吗？没这个账，我有的是。哎，那把死了把我嘞，今天不要急急了。你想看，如果你修那个苹果六 S 屏那个，你还有吗？修，给修那个，我把他留有他闺女照片弄抹了，你拿来人家给修没修好，我拿一个别人修，别人修不上，搞得你给弄好那节的，你知道吧？嗯。还能想着那节的吧？嗯。二十几。就是怎么那天，可能是他闺女的生日，哭那样的，搞快床。我兄弟他闺女
是老师，他年龄比俺大，也就是大四五岁。